Hello，我是蛋糕师小贤贤。早上出门上班，先去兑一张刮刮乐。上次等车的时候买了一张，中了10块钱。今天依然选择坐公交，毕竟好天气没多久了，马上就要步入冬天了。学员自己做的这个牛肉酱给我带过来了，今天早餐就吃它尝一尝。这个牛肉块真的是我吃过牛肉酱里面最大块的。吃完早饭就先来做一个蛋糕插件，这个圣诞红巧克力我每一年都在推荐它。这个颜色是圣诞红，就是红的特别正，还有一点点发黑，就不需要用油性色素去调，直接拿来用就可以。接下来就是做这个蛋糕主体部分了，是一个8寸加6寸的1周年纪念日，嘉兴选的一层水果，一层芋泥。擀角一层有点少，再加一层。做完夹心放冷冻塑形，然后做6寸的夹心。然后交换，8寸拿出来抹面。6寸放冷冻塑形，芋泥还有剩，学员也多，就干脆做个蛋糕卷吃吃。便宜，他们一整卷卖128的。哦，半卷68，对，那就一整卷128吧。啊，3个就是，是不是应该再撒一点奶油沙拉酱？再没有沙拉酱，挤一点上来。中午出来吃硅锅，本地特色。就是正好我有一个新品还没有做，我想回去再做。然后我刚刚呢就发了一下下课了，下午学习哪个哪个。冬意的阳光好温柔，这也是学员送的，亲手编织的啊。每个人都在练习自己的技能，我也抽空赶订单。Stuck while everything around me keeps on changing. Another year gone by, another year that I'm not where I wanna be. Feels like everyone's got it together but me. Yeah, I just wanna be somebody that can make my parents proud. I just wanna be somebody.It's got it a little bit figured out. It feels like I'm so far behind.